喜欢我们的节目吗？记得订阅草地状元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能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哦。噔噔噔噔，朋友啊，若讲到泡茶、饮茶，咱中国人上爱。咱较早吼，咱这茶啊是外国代理，敢知？伫迄个差不多民国69年的时阵啊，敢若一斤茶听讲换一兆米，你甲看卖。这茶文化伫咱中国人感觉讲吼，非常非常的可惜。你甲看卖，这泡茶就是爱遮尔一个道具啦，安尼饮起来吼才会好啉。尤其是呢，这茶米。茶米来个哦，算迄落特种的啦吼，好食，来红姐吼，安尼安尼，你看麦，看，哦，陈哥陈哥，我咧讲，请我泡茶免这麻烦。啊，泡茶，唔是啊，这本来泡茶就是爱安尼啊。即马少年人哪有人安尼泡？即马有时行的泡茶的方式。无同款。无同款，只要一壶，我泡你看。是啊，安尼哦。这简单啊，这刚刚咱就甲揢出来。嗯。诶，拿开。嗯。阿公，肯定的。啊，你今麦是要泡咖啡哦？无啦，这是泡茶啦。泡茶哪有人用安尼啊？全部你看，你就知啊。安尼好啊？安尼好啊？啊，就一杯，伊说足好啉的茶啊。不一样，不一样嘞。我看看它的香气也不一样。哦。赶快哦。哇，属于红茶味的啦，红茶啊，佮有迄个水果的芳味。是。到底这是甚物茶啊？这是白茶。白茶。是。我唔捌啉过这款白茶咧。白茶本身的氨基酸很高，所以也有人讲说一年茶，三年药，七年生的意思。哦。毛姜安尼御寒呐。哇，啊这是安怎做？安怎做这茶？陈哥，我带你来看。哎，好哦，好，来去研究一下，看这到底啊要存几水。来，陈哥，我带你来看。嗯嗯，这一包，就是这包。对啊，嘿，大哥，你啉咩茶？哦，啉咩茶色啊？是。哦，啉这，哎呦，一个皮甲这大，佫会插人呢。你嘛凊彩甲我讲咧，哪有可能啦？你看，这一片一片，就敢是像我树仔顶个叶仔落落来。啊，皮甲拢打起啊，迄款的枯掉的，迄款的，啊，这凊彩扫扫就要我啉。好的茶啊，只要伫外口一斤上无嘛五六千块。树叶无影啊！真的啊，你当作伊是树叶啊。啊，无这到底是什么茶啦？这是新品种的茶，啊，来做白茶。哦，新品是什么？什么新品种？陈哥，我带你来看。你要带我来看吗？我带你来看麦。安尼好，朋友啊，你有看无？这个我做白茶啦，来去看麦哦，咱就了解。讲到白茶，根据我了解呢。伊上早是出现伫咧唐朝陆羽的茶经内底，主要的产地啊是福建福鼎，伫咧茶界的地位呢是非常的高，甚至啊曾经入选奥运指定用茶。安尼啊呢，伊唔那是让泡茶变作一人真稀件的代志。靠着特殊的白茶，得到第16届新创事业奖，甲2018年的台湾商品设计奖，而且呢，佮进驻台中歌剧院。和各地甚至也是国外的游客，拢知影台湾的好茶。最近佫拍牌新加坡知名茶品牌，进驻香港机场，原也是台湾茶的推手哦。阿娘呀！是我看你安尼哦，这片啊，这茶，咱拄啊，我啉的是这茶哦。哎，不是，这是四季春。四季春是四季，四季拢有诶。为什么呢？哎、就是欸，在我们这个地方是民间松柏林，那四季本身就是说一年四季都可以采。那其实四季春可以一年采6次，比四季搁较济的对吧？对，所以它叫四季春，就是四季如春嘛。所以四季春是很有经济价值的。敢咱这个，咱这个松柏林这个所在。诶，茶较是安尼，还是讲保留那一代？其实四季春它的那个特殊的那个野香味，就是这个地方才能孕育出这个味道。哦，对，真实的哦。是。哇，你规边啊，这规边这种东西就对了。你看到干嘞安尼啊？其实伫清北坑，咱家这产量会在全台湾大概6成至7成。哇，安尼讲起来，规年冬天要食青的茶，咱
啊，算作现老的，现老的对，拢有了对啊，拢有，诶，未歹呢。啊，那你讲起来，我拄啊所啉的迄是到底是什么款茶？咱直接来看，安尼吼，是，好来看什么？大家无闲嘞哦，哎，老蔡老蔡老蔡，哎，你好，哇，拢捌茶呢哦，哎，哇，捌茶馆哦，才有这个我爸爸，啊，才哥你好，哦，你好，哇，赞，这健康，对，哦，看你，谢，这个赞，嗯，啊，这个做事人啊，这个阿爸，嘿，阿爸，你好啊。真好，好啊！你不用，啊！这怎么？好好啊！这是那种是要看这啊？这就是大多啉的白茶。迄常常敢那树啊嘞，这也无成茶啊。伊是树啊，无唔对，但是伊是树啊的茶，伊会使是用咱的树啊较悬，啊嘛会使做茶。会当发觉亲像树啊较悬啦。对，啊！甲咱大多啊看的迄四季春无同款，四季春是咱灌木，啊，这是乔木。哇，这种枝呢哦，是哦，那啊，鸿运是有一个特色啦。什么鸿运？这个是这个茶品种叫做鸿运。鸿运，那讲鸿玉啦、阿萨姆啦，吼，这种捌听过啊。鸿运敢那唔捌听过？鸿运一样是大叶种的红茶。哦，那是红茶。啊，是红茶，伊就是咱祁门跟印度的一个杂交之后的一个新品种。鸿运嘛是咱茶改产新的一个品种。啊，但是就是讲对农民来讲。伊较歹收，伊个地气则高诶，啊，发的迄个地壳较无遐焦，所以一般农民对因来讲，就是经济价值并没有那么的高。啊，既然即个歹种，你着卖种啊，是安那边种？因为我是茶农第五代啦，啊，基本上咱少年人就是感觉讲，如有挑战性，咱想讲要去甲试看卖，伊个芳气无啥共。这有芳哦。是啊，这个芳气无啥共。啊，我闻一个啊。两心，我你去看卖咧。鸿运的特色就是煮出啊花果香加柚香的味安尼。哦，油啊啦，那鸿运啊加着阿萨姆，是哦，还有红玉，啊，其他些拢是红的，拢是红的啊。是。啊，为什么今仔变白的？这都要靠技术啦。台湾农业啊，真正是真厉害啦，各种品种的茶呢，拢是种甲炉火纯青啦。连这样上歹种的鸿运红茶呢，嘛是有法度种到这尼啊好。阿娘伫咧讲，虽然啊家己想要挑战，要唔过当初要改种鸿运的时阵啊，爸爸嘛是烦恼伊呢，敢种会好？要唔过呢，嘛是犹原放弃回去试。经过一年外的努力，总算讲哦有成果啊啦。啊是讲哦，这红茶要做成白茶，这美角是袂少呢。那我阿灿啊吼，拍过无数的茶啊。那做茶啊，对我来讲啊，就是小菜一碟，简单了。那讲到讲这茶吼，哈哈，我做了解啦。你看，即摆都吼日正当中，日头都当炎，咱即摆头一个慢顿下了后，就是一个皮带遮，啊，日光尾雕，啊，安怎安就对啊。哎这我知啦，只要做静置啦，咱礼拜了啊，甲泡咧，啊放在遮，啊这样啦，有闲的时阵，啊一个时间就爱甲冰咧，啊搁一个时间就爱甲冰，啊后规个伊个湿气怎啊无去安尼？你讲的无唔对，但是这是做四季春，伊家是安尼做，啊白茶是静置以后是袂使冰冻的，免个冰个。一般白茶是讲伊不爱有伊发芽。但是它其实是有点轻发酵，但是就是尽量不让它发酵，所以让它静置成，就是用薄薄的一层。啊，你爱放多久？啊，一般是两暝三工。啊，做这白茶较轻松啦，就放了都唔免叮当啊，就对啊啦。哎呀，家你是不是较忝？安尼好啦，这我来泡咧，我来泡咧，好嘞。那是去创啥？阿娘啊，
你在做啥？哎呦，哎，你不是要给他打，你来去给他喷水啊？打无唔对，但是你啊看观察一阵啊时间，伊啊伤大的时阵，咱嘛是留爱喷一下，而伊加速他那个就是说，伊会做白的迄个定数。啊，敢得爱定来顺？嘛是拢爱来看一下。安尼哦。啊，你啊无注意吼，就是像讲咱边啊这个部分安尼。像白茶位啊，哇！你著看拢一般诶白茶应该是爱像安尼色水加褐黄色诶色水，这是较标准诶。啊，你也看迄规堆拢红红诶，拢红色，拢红色著那做红茶啊。啊，这毋著袂用诶啊。咱著会较紧起来。哇，所以消磨真重啊。做这白茶呢，感觉上是真轻松。实际上啊，是不管是拢爱注意啊。安尼也伫咧讲，不管是做啥物茶。其实呢，每一个步骤啊，拢爱真小心，时间啦、温度啦、湿度，拢爱非常重要。真正是需要时间一点一滴累积的经验。有当时啊吼，这规暝无困哦，嘛是上个代志啦。啊，那即摆哦，已经有放三工两暝的茶啊，好来去进行下一步啊哦。哇啊！即摆咱即摆这准备这是要创啊？要砍树。砍树？哦，要烘哦。对，要烘。人普通一般爱搁个插过啦，啊，浪金啦，啊，搁烂啊，拢咱拢无对啊。其实白茶就是，这咱是准备起来，就是放差不多三工两暝啊。所以伊即摆会使内烘，啊，因为白茶吼在较贵，你的温度不能太高，大概在60-70度。啊，加几日盖安尼，伤过烧变啊。白茶伊之所以有迄个价值性，就是讲伊包括伊的成分，像氨基酸啊，还有一些成分，其实温度低一点可以保留更多一点。伊这头在外久的时间？咱啊一轮看茶菜偌济，后壁一轮啊来超几十分，啊你也要甲烘较大，差不多爱4-5盖。哦，那烘要一摆了。对，啊豆烘，无我就一盖一暝会烘。咱即摆甲铺安尼，伊也会家主动伊家救起，伊就是安尼真平静的哇，救起。你啊，我感觉你即做茶做到做内行的哦。啊，你讲自细汉就拢地脏啊，地脏差大汉。地脏，哦，地脏差。哦，地脏差啦，地脏差。啊，地脏差。哦，地脏差哦。地脏差。地脏较大。地脏。地脏差大汉的啦，所以我对地脏有基本的。是一些见识啊，对啊，你要进去做工，进去做其实基本上我退伍嘛，无伫厝里做的。哦，阿无伫做的。阿就觉得嘛，年轻人就是有梦想，然后怀抱着理想，哎，想说出去创业啊呢。一开始先做两年的寿喜的。哦，一开始做寿喜的，哎，你个做好好闲在那边做等啊。一点原因是讲做餐厅。辛苦啦，因为你无看到回音啊，这是一点。一点是讲，我们发现到整个茶叶这个产业的慢慢的没落。那我们希望说，用不同的方式把茶做比较不一样的产品，的精致。对，然后行销一些国外的地方。希望改这个无赶快。有些改变。对，爱跟这个就要改变。啊，希望买在带动地方啊。阿娘在你讲，细汉的时阵呢，敢若知影讲帮忙做茶，大汉了后啊，才深入去了解台湾茶的市场。不能讲真侪国家，亲像讲英国、新加坡这款无生产茶的国家呢，拢有百年茶的品牌。台湾有生产茶，又阁有好的品质，确实呢，无一个品牌会当让大家知影。所以伊唔那是种茶、做茶，阁创造出家己的品牌，开发属于台湾的花茶、甲水果茶。嘛做了真侪甲茶有关的产品哦，上特殊的嘛上困难的，就是呢开发了挂耳式的啉茶方式。点过吼，我想无呢，啊这挂耳式唔着甲滤挂式的咖啡同款呐，啊那有啥物困难啊？啊这茶做拢好啊，啊这是要创啊？这就是要加胶水。茶个胶水，对，哎呦，无彩啦！你茶叶安尼，咱用到水咧，是，安尼啊，规包安尼哦，安尼唔真系水。白茶来讲，伊较蓬松，啊，咱若要包入去迄个挂耳内底喎，变做伊无法度包入。遐好茶啊，用安尼胶，安尼就无彩。哈哈，系有较无彩就是。有影。啊，我着先甲切落。啊，伊变做讲，伊来安尼，搞搞，啊，叫一个强力石。它就会连在上面，
刚刚磨过，对啦。对。啊，即摆就是爱看伊的迄个刻度，啊，每一个刻度拢无相共。当然，咱若看伊阁无够，就阁比大多阿无加，迄落，啊无够的时阵，咱会再阁一届。哇，伊就是留啊清脆清脆。感觉脆干呢？主要是一点，就是讲，咱你泡绿挂式的时阵，伊会容易咱家己烹做安尼，变作讲伊伫接触迄个水的面积变大，所以伊接伤伊就有味。我嘛想咧，咱解落去泡的迄落茶包咯，差不多呢。我嘛有人去讲，啊，你着做茶包就好，现在咱袂做这。那不绿挂式。茶包就是爱浸，啊，咱若绿挂式的，着咱咖啡安尼冲落，咱就会使一杯，就会使直接啉，唔免搁浸的时间。对，比如讲咱袂有外国人，其实伊袂晓泡茶，但是伊只要好好爱晓冲落，对，啊，就嘿，就冲咖啡安尼，一杯才好啉的。好简单咯，你想讲咧？啊，伊个有一点就是讲，每一个茶变作讲伊的刻度嘛无同。刻度，嘿，像白茶就差不多爱安尼刻度。嘿，这是白茶。嘿，啊，你也像讲迄有韩国的像当地乌龙，伊的刻度就一个较油嘞。嘿，拢共嘿。啊，包括讲所有茶品种来讲，咱都烘起来，也是讲都无烘的，伊的湿度嘛影响到它的刻度大小。哦。啊，像这类物件呢，吼，你咱研究，研究起码研究偌久啊？基本上啊，第一刻度嘛，差不多开要一年的时间。啊，对，啊，你又搁想讲，咱要找迄个挂耳迄个材料，迄个差不多半年，所以差不多整整熬年半的时间，你研究这个部分。安尼哦，是。啊，连挂耳迄个还要搁研究啊？迄其实困难都比这刻度更加。麻烦就是讲，啊，就做只茶啊，甲落来就好啊。无，一般人拢想讲咖啡茶啊，起来滴茶就使啊。结果茶冲袂出来。哦，是安尼哦。所以，你茶啊的迄个材料的咱的复合膜嘛，这讲究的，连伊的木数嘛，这讲究的。哎呦，原来哦，我想了真过简单啊啦，同款的材质哦，放入去无同款的物件呢，就完全无同，爱重新家研究过来。阿娘伊伫咧讲吼，伊当初啊倒转来接手的时阵，为着要拍开台湾茶的市场啊，是费了真侪心思甲成本，甲爸爸呢安尼讨论真久啦。虽然讲哦，从茶米甲磨脆的过程啊，会有一寡损失，也毋过即款快速搁啉会到茶米的方式啊，不只是方便外国人的接受，嘛符合着现代人凡事要要求效率的精神，无怪讲会当得到新创奖啊。赞嘞，赞嘞，赞嘞！哇，大行有啦，大行有啊！哎，是讲哦，这个是娘娘，哎，爸爸，爸爸，咱这菜拢咱家己煮的。当然啦，这款物件就是讲，咱伫咱庄脚所在有啊，尤其伫地区，啊，唔着拢甲地有关。关系着，当然啦。哈，啊，这是你转来了后，开始。哎，基本上厝爸爸本来就伫做餐厅。哦，有伫做餐厅。有伫做餐厅。哎，啊，转来了。去做产品，你还佫加加入茶。是，啊嘛，甲家己的一挂产品去做茶相关的。这就是软糖啊，就是牛奶糖，但是加了茶不同的茶。这个是硬糖。啊，这个。这来这是加茶叶的夹心，所以吃起来会有茶叶的味道。啊，这里有茶叶。哦，这个榨茶叶。榨茶叶。茶叶。茶叶用榨呢？对。我先摇啊，先尝嘛。一心两叶。啊，对。啊，我的茶味啊。我好像特别想特别，我讲唔知食着用茶叶哦，你安榨出来的迄落。咱安尼食吼，迄嘴内有迄个茶款甘多，有迄个茶茶香迄款味啊。对啦，对。啊，这就是红茶鸡吧，红茶鸡，红茶鸡，红茶类，红茶鸡啦，对对对。你们的红茶。加青丁诶。对哇、啊，这款伊个特色就是吼，用鸡肉食起来有红茶香，佮有块真清甜，清甜啦，袂讲安尼卤。啊，咱这个鸡肉佫袂熟。哦，食起来哈。用茶落的时阵，伊个汤头会感觉讲伊个油腻感会减少。嗯，对。鱼啊嘛拢是啦吼。鱼啊炊的时阵有加一撮啊茶落去炊。啊，佮有咱这鸡肉。这就用茶油。哦，茶油，茶油，啊，食起来，这个肉安尼食起来安尼吼。
较芳，有迄个茶芳，啊本身较袂涩。茶芳，哈，哇，这个咱来食一个可能，应该是爱对这米，这啥米线？米线，这拢手工的，这嘛是咱家己的茶，啊，摕一个咱在地少年。手工啦，好，来，安尼，啊，爸，你嘛手工食一个看卖啊，好啦。啊，这米线嘛是用咱的茶油哈。对，有袂歹，食落去到底对咱各位啊，对啦，足好个，讲来真好嘞。啊，像你，啊你啊你安尼，啊来转来，转来遮做安尼，啊爸爸你敢有，伊拄拄转来遮做个时阵哦，做应该是甲你本来做无同款嘛。嗯。啊你有去甲伊反对？先开始我是感觉做第一个先简单咯啥，咱做有人来买就好啊。哦，做味就好啊，吼，唔免研发讲新的品，新的只料理啦，是新的哈，这个重新开始安尼有啊吼。啊，少年人伊有伊的想法，我讲啊，想法，你要是安尼想，你就来做看卖啊。啊，一个项上重要就是，咱这个山区都做起来茶香味，较你较关山茶做起来香味都无咱这茶香，安尼哦，啊有特殊的味啊。啊，是讲哦，那就遐麻烦啦。啊，你本来做茶好好，啊，你转来了后，就搁研究这研究那，开餐厅，啊，你搁做茶，啊，搁啥，搁做一寡只有诶无诶安尼，那就做个遮麻烦。陈哥，我你讲，基本上就是安尼，因为咱定去国外，不管是买咱遐诶花球类，还是啥，咱都发现着讲，家己国家无产茶，但是伊诶卖茶诶迄个公司拢是几百年。所以看咱家己的台湾的时阵，咱会想着讲，其实伫咱台湾种茶的品质、甲伊的技术拢才好，啊，外国人嘛知影咱台湾茶，但是却无讲啊，有真正伫行销全世界、全世界摆，对。所以伫我的想法内底，感觉讲茶安怎去甲做一撮包装，啊，安怎去改变，无外国人嘛会使接受咱台湾茶，啊嘛会使讲哦，台湾茶会使行出去，安尼吼。哦，我唔过这条路要行是足，敢若爱在辛苦的。是。我跑会当行到呢，可能知影讲松柏林，这个所在吼，主要会出名起来。希望讲透过无同款的物件，去用捌咱的台湾地。人伫咧讲百般工艺，唔达到低头落地。伫阿娘做茶岁月当中，会当深深来体会到。茶呢，虽然有千年不败的地位，也毋过保守的经营，永远行未出一条新的路。虽然阿娘选择要行的路，即卖才拄拄要开始，也毋过呢，只要讲坚定信念、勇敢创新，总有一天啊，会当拍响品牌，予全世界知影哦。加油哦！一块土地，一块充满人情味的土地，有一群人，一群满心朴实的人，用着台湾人不怕艰苦的精神，拼出每一人头壳顶的一片天。不管岁月如多久，无论身躯在何方，咱的身边永远拢有草地长远。不管岁月如多久，无论身躯在何方，咱的身边永远拢有草地长远，草地长远，草地长远。